写信给我一封接一封，告诉我在你的世界中依然记得我，机场路后有你的影子在我的心里晃动，只想对你说十分，也恭喜您。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请到这位三位特别来宾，刚刚前面表演过的就是草蜢合唱团，来鼓励鼓励。谢谢。不过三位今天来这边呢，这个除了向大家来道贺之外，同时也要拜个早年。现在我们草蜢呢在这里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，好来。身体健康啊！好来，那你来唱几句。祝大家恭喜发财。恭喜发，您还是不要发音好了。龙马精神啊，不是撞车精神啊，龙马精神啊！我们也谢谢他们三位，同时他们三位今天除了拜年，还有没有带来什么特别的没有礼物给大家？还有香港的朋友很多了。哦，要跟大家道贺吗？是，那我们赶快来看哪些朋友跟我们道贺来。好了。